啊、哦，这就来了。Hello， 欢迎你。Hello， 欢迎你。会有担忧吗？劝你不要把我画得像鬼一样的白哦。相信我。然后我今天抽到的那个任务是加我卡。化妆过程中，两个人必须一直保持勾小指的姿势进行加油，松开几围。你忙得过来吗？可以。为什么我有一种预感，他还会爆灯，他自己还会爆灯。他爆了，他爆了，他已经快110了。好想知道你会画成什么样。一会儿会给你一个 surprise， 所以底妆是哪个？我看一眼，我看一眼，应该是这个吧？你就用这个好了。哇，太艰难了。我可以把粉底挤在你的手上吗？好，可以。你为什么那么害怕？为什么那么害怕？你能那么紧张？来，这个我头发是不是要给它撩一点起来？没事没事没事，我来我来我来。我看过你的戏。什么戏？白发王妃。看了几集啊？一直看到后面。真的假的？对。然后我觉得你的演技真的很棒。谢谢。你在说这么走心的话的同时，希望你的手也可以走心一点。放心，我一定会让你美美的出现。不会驼吧？没打匀就驼了。不会。他们俩这样下去会得心肌炎哎。一直是这个频率，110。我感觉我的手要抽筋。你累吗？我这手这样。累吗？放松一下，放松一下。这样，我扶着你。哎呦，谢谢谢谢。哇哦。114了，我们玩个游戏吧。你玩过那个天生一对的小时候玩的那个游戏吗？怎么玩？闭着眼睛。啥意思？啊，你要你印上什么某个爱心之类的吗？这样但是有点像个三角形哦。就是就当它是爱心吧。拆它，画手有啥用？要画脸。